Hello， 各位早，大家好，我是麦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拍我们的，Minecraft 魔少鱼巨龙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今天来继续稍微再冲一点进度。我们目前已经来到，已经冲到快要跟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本的进度是差不多的。那我们这一次就赶快的来去看一下，我要做盾牌嘛？这样子吧，先做两面盾牌，因为这边的怪物其实都很强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准备好一点。然后这边的箱子呢，基本上我都全部开，我像是拿两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边就够，先做一个简单的小背包。有了，小型背包，我看一下怎么升级。再四个，然后再加上羊毛。OK， 我们现在如果有铁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做个剪刀，对吧、啊？这样的话至少是不用用到绵羊。你们在外面哦？嗨，你交易什么？哦，可以用龙的龙币来跟你换六个这个红宝石哦。我没有龙币呢，你可能就难得有人来卖我东西耶。好了，我就没办法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好不好？顺便我们来把这个自然之力的草给剪一剪，然后我们顺便回去大量生产一些自然之力的东西。我们如果用一片叶子，然后去点一下那个黑橡木森林，会不会很壮观啊？就是等于说一大片全部都会感染成金色的那个花海。好，摆上去，然后草跟这个，这样的话可以做出24个，够了，超多的。然后其他拿去收起来。然后你哒哒 ，OK， 好，走去感染一下我们的树叶，一个就可以延伸了。为什么我要选择这里？就是因为这边叶子都粘在一起啊，就很容易啊，所以我们就有，你看变成黄金树树叶，可是它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们就等它。这边给它点一下，就随便给它点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就让它点点一下，就让它一整片点一下。时间一到，它就整片全部都是黄金叶子了，你看。全部都粘在一起啊，很猛哎、欸！这花好聪明哦、啊！我再点点，全部点完，点点 ，OK， 来了，这边就是哦，水哦，又是一个巢穴，看一下这里面给什么。我直接哦，我挖过了 ，Sorry， 拜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我真的，他又来了，走开啦，走开，走开，就死了，就不要再出来吓人了，滚啊你！南瓜拿几个回去种，可能某一天会用到。这个也是，拿来种，拿来种。OK， 走，去找一个龙穴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。等一下，沙漠，等一下，有沙漠，那个是沙漠吧？对，有沙漠的话，应该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哦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地底那是什么？好像是，等一下，怎么下去？啊，我要注意，等一下，这边有水，我可以把水引过来。我可以把水挖过来用，这样子可以了。有了 ，out。水是用好的啦，但是跳的人吼技术有待加强。要修，这假的，走开！不是，他血量有60哎，他该不是一口咬下去死掉的那种吧？这假箱子哎，哦。他掉了一个，这个叫什么戒指？我看一下，这个项链是有机会攻击的时候造成火焰伤害那一种。还不错还不错。然后这边刚好，这边有个箱子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没有，虽然不是假的，可是里面都塞垃圾，还好是煤炭啊。这是什么制箭台？这个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制箭台到底要怎么用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垃圾。我想去看一下沙漠那个地带，看有没有什么宝藏之类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，哎呦，哦，他们是一种小小的虫他们是一种小小的虫，好像也不会干嘛的小虫，啊、哦，偷你的东西呀 ，OK， 走，偷到了。他还在跟着我吗？有这死不瞑目是不是哈？死不瞑目，这么热天气还出来哈？这么热天气还出来，人都死了就甘愿点哦，在那边巴结我干嘛哈？这边是沙漠村庄，对，这边算是沙漠村庄 1.12 的沙漠村庄，他们的服装其实都会变，只不过内容好像都差不多。可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聚集在这里？
你们是不用做，你们是不用做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房子其实都有想过，它不是乱生成的、欸。好啦，它这一点算，哎、欸，这一点算是还哦，有草帽、欸，哎，这个帽子是老鼠的吗？还是我的？我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应该是我人类在戴的。对，仙人掌不要。我看一下这个帽子有什么功能。它的作用是可以让你降低购买，就是买东跟村民交易的那个什么金额。可是这东西我要怎么戴？我可以戴在装饰上吗？等一下、啊，哦，可以耶，只不过就叠了两层。哎、欸，真的跟他一样，跟那个村民一样，只不过我是上面有个帽子。这样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哎，变便宜了，本来20个变15，22个变15个，好像不错哦。我要搜刮一下你们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道具，我觉得好算还蛮有用的啦，总比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然后，哦，这什么？垃圾？惊讶到看到垃圾。哦，这是那个模组的道具，然后帽子安，我需要安，然后苹果不要，这个给你黑钥匙可以了，黑钥匙有黑钥匙的话，我可以去开地狱门。可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离开这个地方了？感觉上怪物的数量也是很多，不然我们就边跑边跳到另外一头去好了。他们应该是追不上了。找到了巨型蜘蛛，我需要你的锤子，再一次 ，OK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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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哦呦，哎呦哎，燃烧了，燃烧了！是，滚啊，滚啊，滚啊！我们在这里刷一下，我们要先赶快把那个锤子撑出来。哎呦，找到一柱，看起来是一个挑战塔的东西哦，打得过吗？但你想打打看，我想看里面的奖励有没有很丰富，也许可以捡到一些更强的东西，也说不定呢、啊。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这里很贴心哎，可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从这里开始是第一层，是不是？哦，等一下 ，stop， 给了很多的矿石啦，这不要。空的，哎，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它生成的几率感觉不是那么好懂哎。对啊，感觉生起来都怪怪的。金装。Oh, thank you， 免了吧，我们再往上。哦哦，先敲。OK。嗯。Stop。它不高啦，应该是还蛮好挑战的。OK。嗯。还绕背，这么厉害。我来猜，这个应该也没有东西。对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有些会升，有些不会升？哎呦，这间怎么看起来有点豪华？哦，有这什么藏宝图？而且这个藏宝图是从塔这边来的，会不会比较好啊？不知道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这边是塔底哦，哇塞，这个黄金方块，还行啦，还不错啦。那我们去找找看好了，我们去找找看，究竟他给的藏宝图的东西会不会给很好？我其实真的是超不会看藏宝图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。要不然我先走一段好了，我先走一段，先走走看，然后看我们往下挖会遇到些什么。它可能也是跟一般的沉船也差不多，可是因为这是模组的东西，所以我也不太晓得这个会不会送更好的东西给我。哦，反正我们就去就知道了。我们先走，顺便打一下巨型蜘蛛。What did they?啊，对哦，死掉东西会重设了，东西又不见，算了，地图还在了，算了，就让它重设好了。地图还在，食物还在 ，OK， 就这样。我不要这个，所以我找不到这个是什么。哦，这个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走走走，我们先去找地图，然后顺便看一下有没有巨型蜘蛛可以让我刷。我还有没有剑啊？啊，先回家做一把钻剑好了。哦。有欸，这个海边也是会出现那一只很传奇的大鱼欸，但我现在养不了它，我只能跟它 say goodbye 了。走开，走开！哎呦，快死了！等一下啊，东西都掉了，哎呦，弄我！
算了，拿到两个，我们把这里存了一个点，然后我们看哪一天收集到足够的材料，我们把它养回家好了。对，我觉得，哎，那边有一只巨型蜘蛛，等一下先打蜘蛛，我要先把那个超大锤子做出来。这边刚好有两只，看要不要两只一起收。OK， 走开，走开啦哦。OK， 再来，再一只。可是太难了吧？等一下，不妙，会死，不妙。会死，挡不了那么久。OK， 再水也可以，再水也可以。OK， 可以慢慢来，快死！等一下，来，走开。喂，再一个。而且水里可以耶，好像在水里比较好对付它耶。现在几个？四个，我差一个。我先把这里记录一个坐标，因为这只龙看起来好像不会逃跑。然后我还是很好奇那个藏宝图到底藏什么。走，我们先去冒险，我们去看一下那张藏宝图要怎么走。他会不会骗我啊？这种地方，我到了，等一下哦。这也太衰了吧？这里。蛤？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狂擦一下火把，让我先回一下，不是。啊，这里也那么难挖？嗯，这种地方，我看一下地图哦，我没有跑掉，还好。他说在这附近会有宝箱，还是要往下挖、啊？好烂哦！哎，等等，你们看地形，好像有个堡垒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，应该是有东西，可是在下面。等等，我先往下挖。嗯，他出现了，好像解锁什么奇怪的地下层成就、哦。有了，这是对，哦，大型洞穴，大型怪物，还有圣怪砖，等等，不要射过来啦，走开，啊，哇，我没有吃的呢。嘿、欸、，OK， 让你炸，你们就自己炸自己。OK， 完了，我回血速度有点慢啊。嗯，走开。OK， 我是太多。太多，而且我的饱食度扣好快哦。烧死！哎，没事，先把一边包起来。OK， 没事啦。OK， 包起来，没事 ，safe。走开。OK， 好，先包起来再说。哎呦，走开了，踩岩浆了。OK， 死了，把这个敲掉。没了吧？没了，冲进去好了，趁现在。还好是僵尸的啦，走开了。所以他的藏宝图原本给的就是这些东西哦、喔、啊，可是里面是空的呢。Hello， 里面是空的呢。我只剩最后一个可以相信了吗？等一下进来之后发现我挑战这么久，才发现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衰爆我。先点个火，先点亮，它里面的怪物看起来比较强。嗯，好、哦，等一下，好、哦，先堵起来。还想躲啊你？呜呼，走开了，好、哦，再冲进去，趁现在。OK， 靠掉，没了。嗯，走开了。那个安德一直在，
要不然他射安德好了，我这样走过来让他自己射安德。啊，怎么不射？不敢射了，没东西。哦，又是藏宝图哈？为什么？这又是哪里的？啊，这又是哪里？哦，他没完没了哎、欸，他是一个连续性的地方是不是？哦，受不了，还是他就是有分 A、B、C 这样子，然后慢慢走，走到底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很丰厚的奖励这样。可是我就觉得他奖励箱生成的那个机制怪怪的啊，他完全生不出来啊，不晓得哎、欸。好了，这个东西我觉得下一集我们再看一下，再找时间去挑战看看好了啦。其余的我觉得，不知道，完全不晓得，也许下一个才是真正的大奖也说不定。最好是给我好东西，不然的话真的会觉得我在浪费时间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